Hello， 我又来开箱了。前两天被种草了银哥，入了一对弟弟妹妹。今天妹妹先到了，已经迫不及待见面了。银哥的颜色比哥灰要淡很多，真的很喜欢淡色的仔。有没有宝子跟我一样的？哈哈，准备打开了。这里有点动静，不要着急去扒开。摸了一下垫料，已经有点潮了呀，露脑袋了。还是先把湿的垫料先清理掉一点。崽子像个好奇宝宝一样，露着脑袋看我的动静，好像还有点害羞，在剩下的垫料里钻。哈哈，无路可逃了吧？照例让鼠鼠先熟悉一下味道，再慢慢尝试上手。这颜色太鲜了，你这直接巴巴都出来了，我有那么吓人吗？我可是还给你找了老公的。说一千遍爱一